对方的外侧，你看他是老的外侧，他一变化呢，他有一变又是小外侧，他的动作是三点，你看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，转过来一地点还是找他的外侧，这是梅花桩的一个老法。你看现在目前的散打、泰拳，它都是直取直直来，直取直来有个缺点是什么呢？它直取拳头直来，我要直退，我还是在他控制范围，所以我梅花桩我找他的外侧。他再一变化，那一撤，我又找个外侧，还找个外侧，所以这是一个梅花拳啊，体系不完整的一个。二一个就是咱们传统武艺，各个门派都想，要打就是风，风就是打，打打风，风风风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刚才有的老拳师已经谈了，对方出拳，我以你的防守，好，这是被动消极的防守。对方打拳，你看我打就是风。我在风的过程中就是打，这个过程非常重要。刚才陆老师也看到，打来了以后，咱们泰拳的搬腿，他都信了搬腿，是吧？至于打来了以后，你要打风就是打，他就信了。这是一个，就是打就是风，风就是打，打打风风风打打，这是咱们当前一个特点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手脚配合。这个刚才我看了。好多老先生也讲到了，就是身法、腿法跟步法的配合，以动前面招法动作非常小，但是我动步，我身法的变化，身法的变化就快于你手法的变化，但是我的步法的变化又快于你身法的变化，所以呢，就是我招。